我们宋总说了，让你去三号包厢等他。 先生晚上好，您哪个包厢啊？哎，先生，您哪个包厢啊？先生，哎，三楼有人闹事。哎，先生，您找谁呀、啊？先生，您找谁呀、啊？您找谁？先生，先生，您找谁呀、啊？您找谁？先生，先生，找你们老板。我们老板不在，先生，他今天有事儿了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外面有警察冲进来要找你。一定是林浩，我可不想看见他。 吴总，端午我美丽带的，就是这个局长的干儿子吧？我告诉你多少次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 我现在就走，我看你们谁敢拦我！哎，警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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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回事？谁报警？我。哎，警察叔，他强奸人的女孩，杀人！你放屁！娘妈呀！我过来找他们老板，他们经理把我带下房了。回见他也把衣服脱了，现在什么都没干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这有监控吗？包括哪里有监控啊？哎，警官，我刚才就听到这个美女在那呐喊啊，喊救命！然后我一步小跑，我就过来，我就看到她趴在这个……你跑一个，我看看。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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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带走。哎，警察就可以不用戴手铐啊？别废话，张涵，再废话，给你们都带走。警察也放开，哎，包庇警察，包庇警察。